但是他有一个不好，就是会把他的头哈、哦、去戳他那个味道，狗都会这样子。他还是会去。哎啊，他不会去吃，他只会去想说，很奇怪。我在想说，他走到哪里，他到一个人家家里，他会进去人家家里去看，看一看哈、哦，啊那个脸呐、啊，或者就去戳人家的那个椅子啦、啊，还有床、啊。有一些，哎，他想说把他的味道，他们要留下他们。我出发了。以后我来了，我就知道这里是我有来过。对哦。他很喜欢追鸟啦。啊，但是他不会咬鸟，他会要他飞，要他飞上。Is that right or not, you say? Is your pity?你看，有空常来这边玩呐、啊。常来我们北头玩，我们北头有也是很悠闲的地方。对啊，很多。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悠闲？对，那个有时间可以常来玩。好，下次还有缘见到您这么，哎呦，不会就是这么说，这么好的主人，这么好的。吓死了，吓死了！那您一次出来遛狗大概都遛多久？哦，不一定，看他。他走哪里我就跟着他走哪里、啊、他要回去我就跟着他回去这样。他还有自己累的时候也会有哦、有像他都不动哎、欸、他就站在那里有时候哦懒得动了、他是在观察等我抓到机会那一天就是一只狗那么小一只他主人坐旁边啊、看到他一直叫，他就很生气。他是生气的意思。对，那旁边一只鸟，我说宝贝，你不能那个好朋友小小，你不能靠近哦，不可以哦。啊，那里有一只鸟鸟，赶快去。对啊，对，赶快。他就眼睛看着鸟，那眼尾就开始在看注意那只狗，先去把那只鸟赶飞，他就冲过去，大哥，冲！我都还不知道，我说你怎么那个头那个心思那么重啊？我以为他只是追鸟而已，他追不到就马上赶他飞了，就赶马上跑去追，嘿，去跟那只狗。那要不要回家？你要不要回家走？追不到哈、哦！啊，追不到！好了，贝贝，你要不要走？我们回家，要不要？我要让他学一次耶！哎呀，在后面。他现在这是什么姿势？好像看到地上有东西的姿势。他在随时要扑起来，哎，他在准备吃草姿势，他在准备。
真的要吃草？没有，他不是吃草，他出来他他会闻而已，不会吃。哎、嗯，可是我们家狗狗以前啊，它生病的时候，它自己去外面逛的时候，它真的会吃草。它不会。我家有养一只猫，啊，那只猫都会吃草。对。那我从那个去阳明山工作，我去把去那个拔一些那个草回来，总种了两盆。哦哦哦。啊，如果猫吃，它也跟着吃，它也跟它两个挡着吃这样子。哦。啊，带它出来外面，它闻一闻，它就吃。它外面东西真的跟草它也不会吃。像昨天那天，前两天我以为它。他怎么可能肚子痛就坐在那草皮坐着不动？哦，啊，他想要拉肚子又拉不出来，就坐在那里不动。哦、我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肚肚痛痛啊？嗯、他就坐着连动都不动。我自己叫他千万不要他不走。后来我跟他讲说您过来，哎，妈帮你坐车去，他就站在旁边那里坐着。嗯喝醉说好了，后来他就感觉比较舒服，他也不去吃草。因为我们家狗狗家头发就因为他不舒服会自己吃草，会有狗都对，他们狗狗会帮助消化。哎，对，那他不吃，他会回家。Is your fly is it? It's not too dry for you. 太亮了。No, it's not too dark for you. 走了。贝贝妈妈要回家，对，我们要回家了，来，跟那个，哎呦，再见啊，再见啊。